是四季天不爱光流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藏，为你而来才寻到方向，非你不可。是被周总带来的时候受的伤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乱跑。苏思璞，你这样我会当真的。之前一直在想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东西能让时间倒流，我愿意拿我的一切去交换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觉得是老天听到了我之前的心愿。世界笑得像未做完的梦。怎么了？你为了我都受伤了，为什么还来安慰我？比起你受的伤，我这点伤算什么呢？我知道你这几年经历了很多，承受了很多痛苦，但现在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。如果你不想再承担这些，你可以选择依赖我，只要你相信我。我不再退让，放任爱翻掌，吞噬四季天不爱光流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藏，为你而来才寻到方向，非你不可，非你不可，爱钻进海洋卷起了巨浪，非你不可，非你不可，爱穿透乌云惊醒了太阳，非你不可。谢谢你能再回到我身边。喂，制造车祸的司机信息是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找到的，消息属实，那司机是七爷的人，那场车祸确实是纪林江和七爷联手的。果然是纪林江。现在司机在你那儿吗？陶家，那个司机3年前死于意外，但幸运的是找到了他生前一起做事的兄弟。你约下他。
确定是这个人吗？确定。根据调查，这个人虽然没有参与制造车祸的经过，但之后的肇事车辆是他亲手处理的。开个价，给钱就买。这么多年还做着不赚钱的生意。您是？三年前你哥处理闵家的事情干净利落，现在我又有桩好生意，想跟你谈谈合作。您是季头家，一直都是跟您的人短信联系，还是第一次见您真人呐？三年前让你处理的那辆车，行车记录仪呢？当时您派人来取，我给您的人了，您忘了？如果当年他想灭口我们家，夺走家业，现在我重新出现，他不会不出手。但现在他不顾我的背叛也要护着我，不像是假的。这有什么区别？我拿我该拿的，顺便让宋四普栽个跟头，不也替你报仇了吗？我想看看你生气的样子。去告诉宋头家，就说名单是季禅亲手交给我的。倒是季凌江狗急跳墙的出卖我，想要让我和宋四普起冲突，他在害怕什么？当初出事他能刚好赶到并把我救走，但对当年的事又含糊带过，只把矛头指向宋思普。他和当年的事有什么关系？杰朗，我是担心你忘了谁才是你的仇人，特意来提醒提醒你。你现在出来。我以为你生气有多可怕，原来不过如此。季凌江，别忘了当初我们合作的条件是各取所需，互不干涉。还有脸提合作？我帮你复仇，而你是在他床上完成的报复吗？我当初救你，可不是为了让你想着他。那你倒是说说，当年你怎么救的我？闵家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想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找到线索了，就看你敢不敢面对。闵家三条人命现在很可能以意外结案。不错，了解了我一桩心事，以后我会再跟你们合作的。闵家三条人命现在很可能以意外结案。